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嘟嘟。说到又坑又有趣的游戏，大家应该都看过以打巴掌为主题的作品。先前曾在网页上推出的游戏《蔷薇雨中》，现在居然移植到手机上了，赶快一起来看看这款游戏有多坑吧！今天要介绍的本作是在2007年与 Flash 游戏圈盛名的网页游戏《蔷薇雨中》，时隔今日将要在手机平台上推出啦。不仅如此，在操作上也调整为适合手机的界面。故事讲述一位嫁入上流贵族庄小璐家的林子，就在嫁入的隔天，丈夫却突然过世了。面对庄小璐一家的各种霸凌，林子也决定勇敢反击。游戏采用半即时回合制来进行，玩家必须抓准时机狠狠地甩敌人巴掌，只要位置正确还能造成奋力一击，轮到敌人攻击时也要看准时机来闪躲。究竟是谁会被打到鼻青脸肿呢？赶紧来挑战看看吧！别忘了订阅电玩宅速配频道，锁定最新游戏消息哦。